啊，现在就是让选手去选择他们要亲子还是要便当，哎呀，啊，他们如果要便当，我们就是大概用兑换的方式去处理。啊，我们除了这个，都会有一碗热汤，然后还有一个茶叶蛋，哎，我们每天的菜大概都会换，他们要吃什么，然后我们在前一天再去买。现在的供应链大概可以要到多少？我们大概50啦，大概五六，一餐呐，一餐大概50。啊，现在就是我们送的时间会比较长，因为它比较远。对，台湾带过来哦，这卡咱卡放心啦，卡放心。有些时候吃东西。对啊，对啊，现在身体比较健康。